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昨天有人跟我说，你有什么可好横的？天天不就嗦粉嗦面，没吃过波士顿大龙虾？对，我没吃过。别动。这个龙虾有我胳膊一半长，这是我趁拼多多百亿补贴两周年用1元抢购的千元心愿金买的，直接到我账户了，活动真实有效，你们也点评论区链接抢一份吧，上面还有自嗨锅苹果电脑可以秒杀。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